high. Tiptoes, nose down, 'cause I have found that I am walking. 今天影片又是一个日常的 work from home vlog， 但在影片开始之前就快速的带过一下我上个月请韩国代购帮忙买的东西。首先呢，就是我身上的这套睡衣，上面有很多的橘子，材质是有一点皱皱的，我觉得它是棉跟纺纱之间的一种质感，然后因为它是夏天款，所以很透气。那我自己是觉得很可爱。然后另外一套我选的是这个紫色的熊熊，因为紫色今年特别流行，没有发现吗？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紫色跟咖啡色的也很可爱，所以就买了两套。然后另外，身为帆布袋控的我呢，又新购入了一个 Second Morning 的帆布袋，他说 I'm the barista in my home。超可爱的。接下来快速的带过一些厨房用品。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有把手的小杯子，我当初看的时候他们是把它拿来装 espresso 咖啡的，但我现在看着它，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放就是 maple syrup 啊什么的，然后吃松饼的时候就这样倒上去，我觉得也蛮适合的，或者是吃薯条的时候可以放 ketchup。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非常非常开心跟满意的 espresso mug， 然后这个是100ml 的，然后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木头的把手，因为你们应该可以感觉出来我是一个木头控吧。然后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可以倒出来的小嘴巴，希望以后因为这样子我撒咖啡的几率可以少一点。再来是这两个木头的小杯垫，他们是 Made in India 的一个品牌，就一个圆的，一个正方形的，很可爱。再来呢，我上次打破了杯子之后，其实我有订了一个新的，那这个跟上次的大小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它上面就是很简单的又一行字写说 We all have big changes in our lives that are more or less a second chance.This too shall pass away. 然后品牌是 Bracket Table 的，我觉得这种杯子拿来做像是 Latte、的饮料看起来都会很美。再来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袋子，有没有觉得跟我的手机壳很搭？最近这种浅绿色或者是 Avocado Green 我觉得都很流行，对，我想要拿来当我新的随身化妆包。有没有觉得我每次影片都在买东西？我七月真的是买的蛮多的，我自己在记账的时候都有一点觉得啊，Cindy 啊，要克制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后果的，所以你没有发现我现在正努力的要上班吗？开始之前，我们现在做个咖啡。这个是昨天，Momo 到我家的时候给我的咖啡豆，它是 Coco Coffee Roaster。他是说那个他们的咖啡店是 COCO， 就是 Coco Espresso， 他们是香港蛮有名的一间咖啡店。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House Blend。Two cup here. 好，做咖啡吧。好，我现在要准备出门去买菜，因为我的冰箱里面现在剩下的食材不多了，所以我昨天有稍微写了一下我今天的购物清单，然后背着我的帆布袋，趁午餐时间赶快出去把菜买一买。Your days are feeling just the same. For a little time, you've been off your game. Don't care to play young cat to keep us cold. I don't know if your soul's feeling.
You just need the drop of summertime. If your day feels too long, you just need a tiny sum to come in a helpless house.刚刚买完东西回来之后发现哦，时间有点不太够，然后事情有点多，所以我在路上买了一个包子吃，然后现在很快跟你们看我刚刚买了什么。首先呢是两罐牛奶，因为我最近非常的爱喝拿铁，然后买了一个特价的水梨，买了一磅的樱桃，然后葱姜跟这个被赠送的红葱头，还有半斤的这个菜，然后我还买了一小块的五花肉，因为我今天晚上想要来煮饭。我买了这个磨泥器，它就是可以磨大蒜、磨 wasabi、磨姜啊什么的。好的，今天事情有点多，把东西归位之后，就要回去工作了。就是拍我用 WhatsApp 拍比较快。好，谢谢你。好的，好，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我觉得我超落伍的。我上一次啊，因为手割到要去买 OK 绷，然后我朋友陪我去的时候，他就说：“哎，那你为什么不买这个 Liquid Band-Aid？ 它就是像一个啊，是长得像指甲油的那个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涂在你手上被割到的地方，它就会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保护膜。但是呢，上次我今天涂太多，它旁边就翘起来。”我觉得手很贱，会很想要把它撕掉。我最近手真的常常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割伤，我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天哪，我的人生真的很多灾多难耶。Thank you.
가슴 한 구석에 품고 살아가는 자만이 我完妆了，可以 say hi 了吗？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还是 work from home 啦，但是我们今天分别都有些事情要进公司，所以好感人哦。又见面吗？又见面了。你看你在看到我的时候，头发已经又变成金色了，又退了一点，又退了，比上个礼拜。对啊，我们等一下想要来拍一点 film， 我帮你拍一张好用，因为其实我也不会，你也不会。对不起啊 ，Crystal， 你没有参与到这一 part。我只剩四张哎，你赶快摆一个有趣的 pose。有趣的要多有趣。我们今天也要辛勤的工作 ，Witty。爆炸了几天。哦。哇，你收到什么？千方面啊，但是我有鱼干哎。鱼干的鱼干，这个是什么口味啊？芥末吗？哦，太好了，今晚就会试吃。好，我现在回到家，然后准备要来煮晚餐。那今天晚餐我想要来煮干拌面，然后这个是我前阵子买的台湾刀削面。是干拌面，这是我第一次弄干拌面，基本上所有的调味料都是很随性的加进去。老实说，我没有很喜欢无醋的味道，所以我刚加了大概有半匙吧，但是我已经觉得味道有点盖过所有其他的调味料。然后每次闻到无醋，我就会想到小笼包。银星奖最代表演员或者是最成功的作品，银星再次庆祝《从前系列》的13周年，也希望能早点听到《从前系列》新专辑的消息。
各位，我现在洗完澡了，然后我想要来敷面膜，很久违的要来敷这个 Innisfree 的活山泥面膜。他们最近好像出了一个 2.0 的版本，因为我最近虽然没有怎么化妆，但是脸真的很容易油哎。我本来以为我的皮肤已经转成是干性的皮肤，结果我真的是太天真了。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计划。我最近啊，开始对很多事情就是突然很有兴趣，例如说最近几个月我突然对于看书还有画画跟写字很有兴趣，所以我常常一个人抱着一个 iPad， 我就可以在那边画个一两个小时。然后看书的时间其实我说真的没有很多，所以我都是在例如说通勤的时候或者是空闲的时候抓个时间看个一个章节两个章节，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很棒。你知道以前我听人家讲说文字有温度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这人就是一个文青派的人，但后来我自己忽然之间好像可以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有些作者他的文字会让我觉得感同身受到，就是啊，有人懂我这样。另外我最近也开始喜欢听 podcast， 对，就是有时候听人家讲话还蛮疗愈的，然后我自己也对这个东西开始很感兴趣，所以最近听的比较多。另外你们可能有发觉到，就是我最近也迷上装饰我的家里，我觉得也不只是装饰家里了，包含我的穿衣风格，我喜欢的颜色色调，还有发型发色。你们可以看到我过去几个月都在 experience 很多不同的 style。 我妈之前看我的影片都会跟我说，你可不可以活得有质感一点。我以前不是很懂这个意思，我就会想难道我要拿一个很名贵的包包才是就是有质感吗？但我现在大概懂那个意思，然后我也希望我的影片可以让你们看到我在生活里面很努力去营造的一个仪式感。但这个不是为了影片所以才做的，而是我自己真的想要让我的生活多一点这样子的东西。当然不是单单只说要买很贵的东西啊，很贵的家具啊，才算是活有质感，反倒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好好过生活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是有质感的一个要素。对，讲了很多废话。最近的影片应该蛮多，就是聊聊啊或是 vlog 的影片，那希望大家看的时候也觉得舒服。好，大概是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保持健康，出门的时候要小心卫生安全第一，好不好？真的很希望疫情可以快快的过去。没关系，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吧，拜拜。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